大家好，各位来宾，来自全世界的参加者，大家好，这是我们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专题研讨会的第一天。我是亚斯玛·布坚的，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我们今后的几天，这是我们的注册参加人次已经达到了7300人，他们来自全世界的148个国家和地区，这显示出全世界都对土壤生物多样性非常关注。我们要确保所有人的健康的生命和福利。我们看到人数还在不断的上升。我们的讨论会有很多目标。我们要共享非常重要的信息，促进交流，找到解决方案。让最终的目标呢，就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所有人都要确保可持续的发展，以及呢，所以以上这些和土壤生物多样性有什么样的关系？今天呢，在 Zoom 的聊天框上可以看到有很多讨论，这里呢有很多人参加，包括科学家、从业者、农业政策制定者，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他们都参与进来了。我们还有非常重要的来宾，今天会给我们致开幕词。我先讲一下一些基本的规则。我们呢有阿拉伯语、中文、等等，整6个官方语言。Zoom 底下的这个框，你可以选择同传语言。在看网上直播的人呢，你也可以选择听发本来的语言，还是听翻译。再次欢迎大家。那。如果您不发言的话，请静音。在整个讨论会，如果想发言呢，都可以呢，加上 biodiversity 土壤生物多样性这个话题来参加社交网络上的讨论。我给大家讲一下今天下午我们的安排。我们非常荣幸能够请到粮农组织的屈冬玉总干事，他可以给我们致开幕词。那我讲一下接下来会发言的来宾。还有哥斯达黎加农业和畜牧业部长 Renato Alvarado Rivera， 以及呢，欧盟环境委员会与海洋和渔业专员 Virginia Shinkevicius， 再次欢迎各位，以及呢。还有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先生，他呢今天无法参加，但是他给我们录了一段视频。阿拉伯埃及共和国的环境部长 FAO and the Rome based agency ambassador Hisham Mohammed Badr who will beGiving her message with us, s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再次感谢上述来宾。我们还有联席主持人，
伊布拉罕·乔，他伊布拉辛·蒂奥，他是联合国防止荒漠化公约执行秘书。我们还有联席主席，他是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 Elizabeth Maruma Marima。我们的高级专家。And environment. 还有粮农组织土地及水利司司长 Eduardo Mansour。所以我给大家进行了一个基本的介绍。下面呢，就有请屈东玉总干事。谢谢 Yasmina。尊敬的部长、各位来宾、女士们、先生们。我非常高兴在这里欢迎大家参加这次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专题讨论会。这次讨论会呢，把科学和政策聚集在一起。我非常高兴全世界有这么多人参加这次讨论会。已经有7300人注册来参加了。我们看到屏幕是有1800人参加这个开幕式了。这非常明确的显示出土壤生物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已经把它纳入到我们的工作中，从整体上保护土壤生物多样性。粮农组织呢，已经通过了农业各部门生物多样性、生物多样化主流化战略，就是要减少生物多样性的流失。我们承诺要帮助国家保护并且强化生物多样性，这也是我们就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而做出的承诺。因为修复、养护以及可持续的利用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可以让农业粮食系统更加具有生产力、包容、有恢复能力，并且可持续，这样才能够支持长期的粮食安全。生物多样性能够提供可持续的解决方案，来解决粮食系统面临的挑战。要接受并且延续这非常积极的互动是非常重要的，尤其呢是应对未来的疫情方面，这样能够提供一个全面系统的办法。这些都反映在我们下一个十年的粮农组织战略框架，人类健康、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呢都紧密的联系在一起，能够实现我们共同的希望，也就是更好的生产、更好的营养、更好的环境和更好的生活。女士们、先生们，地面上的生物多样性是越来越受到重视、得到保护，但是地下的生物多样性，也就是土壤中的生物多样性，却不为人民所知，也没有受到这么多的保护。其实我们现在只认识到了土壤中1%的这些生物，但其实呢，它们却构成了整个地球生物多样性的25%。上一次我们提到了世界土壤日，可以说土壤是万物之母。而且呢，95%的食物都来自于土壤，所以我们保护生物多样性，就必须呢要包括这些看不见的土壤中的生物。所以这一届关于土壤生物多样性的研讨会是非常及时、非常有相关性的。土壤中的生物提供了很多生态系统服务，能够支持地球上的地面上的生命。但是呢，土壤生物多样性一直受到威胁，砍伐、土地使用的变化、山火、土壤退化、过度使用农药以及城市的发展，都
都使得生物土壤生物多样性流失，并且呢影响了土壤的健康。去年粮农组织呢和通过全球土壤伙伴关系，并且和其他机构一起发布了第一部土壤生物多样性知识状况报告，显示出了现在土壤生物多样性的现状以及呢面临的挑战。我相信这次研讨会之后呢会继续为研究做出贡献。我们需要的这个文件能够提供指导，它能够指导我们为了防止土壤生物多样性流失需要什么，以及如何保护并且修复土壤微生物的栖息地，以及呢土壤生物多样性如何能够为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做出贡献。各位来宾，防止土壤退化的措施需要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加入。这次专题讨论会就显示出大家是可以一起做出贡献。今天呢是联合国是粮农组织全球土壤伙伴关系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全球土壤供应土壤生物多样化倡议以及联合国防治花漠化公约科学政治互动平台合作的结果。我认为我们的合作还会走得更远。我想感谢荷兰、俄联邦以及瑞士和欧委会的贡献，它提供了财务上的支持，包括这次专题讨论会上的支持。全球环境框架中必须包括可持续的土壤生物多样性管理，这就包括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这会在第十五次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要通过上述文件，以及之后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和联合国粮食系统首脑关系会议，让土壤保持生命，保护土壤生物多样性。感谢大家对土壤的贡献，这是我们地球之母。感谢总干事非常重要的发言，强调了土壤以及土壤管理的重要性，以及呢粮农组织进一步怎么促进生产环境以及营养。所以呢再次感谢总干事。下面请科斯达黎加农业和畜牧业部长来讲一讲科斯达黎加是如何促进可持续农业和相关政策的，以及如何通过国家去碳化计划来促进可持续性。下面就请哥斯达黎加农业和畜牧业部长。Muy buenos días a todos y todas. 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在土壤生物多样性全球专题讨论会发言。感谢粮农组织粮农组织一直在帮助我们来保护哥斯达黎加的黑土。我们要认识到
我们要建立起一个强大的联盟，一方面是农业生产以及农业保护，因为500万人都参与到农业中，我们要有相应的技术和创新来保护土壤。农业呢，要继续为人类提供食物，所以呢，土地必须是健康的。土壤那可以过滤水，可以让水不断的更新。这样呢，你可以让我们更好的使用水资源。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保护土壤，因为土壤呢可以养育人类。因为这次专题讨论会显示出土壤非常重要，从全球层面显示出土壤对全球生命的重要性。世界上并不是所有都是可以无穷无尽为人类所用的，我们要保护土地，因为呢，土地才能够使我们保证地面上的生命。土地可以起到平衡作用，可以让我们通过土地进行生产。我希望这次专题讨论会可以提供土地使用更多的知识，也更强调出我们对土地的需要。同时我们还要认识到城市的地区有大量的一个消费的行为，这样的话然后我们需要过滤水，因此处理水，因此我们要考虑如何在地球上生存，这样的话保持土壤的活力。那么我们的地球会有更多的养活人们的需求，支持人类发展的需求，这样只有充分很好的使用土壤才能实现以上这一点。同时呢，我们还要认识到对哥斯达黎加的认可，让我们在开幕词部分致辞，我们做出了重要的努力，我们可以关注恢复生物多样性，恢复环境。哥斯达黎加的畜牧业、咖啡项目都实现生产的转型，实现全面的转型，更好的保护环境。这样，我们能够确保我们的生产方式有利于环境。我们国家很小，但是我们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我们建立了一个减碳的政策。我们的哥斯达黎加总统致力于政府实施减碳项目，我们也高度重视，不仅仅要保护土壤，还要保护生物多样性，并大力促进这方面的发展，实现社会的转型以及社会经济的发展。它前提就是保护环境，减少我们的碳排放。因此我们可以向世界上证明，这些可以
实现，可以保护环境的同时实现经济的繁荣。哥斯达黎加会继续重视以往已经开展的这些努力，进一步保护加强自然的生物多样性。哥斯达黎加高度重视这些工作，我们要对外证明我们的努力可以对经济、社会、环境带来积极的影响。这样的话，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国家继续繁荣的发展。哥斯达黎加很小，但是我们有宏伟的目标，我们要实现保护自然的目标，这是我们人类的目标。同时，我们还要指出，在农业粮食议程方面，我们显示出可以合作协调，这样的话我们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来开发生产。我们还需要确保生产的粮食实现环境的保护，而我们的产品还能够得到认可，及我们的产品在价格上面也可以得到认可。我们的农民已经学习避免水土流失的方式开展生产，这样我们的林业和植被支持土壤恢复。这样的话，我们的活动要得到外界的认可，他们的生产的方式和周期应该被视为捕捉碳的最好的做法。他们的这些努力呢，很遗憾，还没有得到全世界的认可。从市场上的价格而言，没有得到认可。而且商业的垄断力量和中介各方呢的中介力量都破坏了我们保护环境的努力，因此各国应当关注我们的生产者。这样的话，我们能够确保我们的农民在经济生活当中存活下来，并保证他们可以保护土壤，保护生物多样性。这样的话，人类可以继续由于我们土壤的保护而得到充足的粮食。谢谢部长阁下，非常感谢。我们显然从哥斯达黎加的案例当中可以学到这些具体的例子，行为的改变的例子。我们看到继续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大自然，非常值得赞赏。从哥斯达黎加当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内容，非常感谢哥斯达黎加部长的开幕致辞。下面我们将请 Virginia Sinkavicius， 他是欧盟环境海洋渔业委员。欧盟高度重视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使用，并且敦促实施支持政策，支持可持续农业和健康土壤项目，是以欧洲绿色法令的形式来推广以上的工作。谢谢大家，下午好。全世界的土壤朋友们，参会者，大家好，我很荣幸地致开幕词。我想这是今年中国十月份举开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第15次缔约方大会之前的重要活动。我们很高兴能够参会，因为我们明白地球上的生命就依赖于我们的土壤生物多样性，而且生物多样性是巨大的生物引擎，支撑推动着我们的生存，而引擎应当得到更好的认识认可。我们说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的一部分，
占四分之一，而40%的陆生生物都与土壤有关，而且多样性对于 土壤肥力和生产至关重要，在固态也发挥的重要作用。引擎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失去的不仅仅是绿地，还失去了对抗气候变化的一个盟友，我们就失去了发现潜在的药物，土壤细菌的研究，营养成分受到影响，健康也受到影响。我们非常清楚这些威胁，杀虫剂、除草剂和集约化的农业破坏我们的农业。那么2015年，11个欧盟成员国的80%以上的土壤有农药残留，而土壤的解封和压实还在不利的发展过程当中。我们也知道土地使用方式损害我们阻止损失生物多样性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进展，而且现在已经发挥了变化。我们首要任务是落实欧洲的绿色协议，土壤行动是其中一个特点，也是气候多样性和生物多样气候议程和生物多样性的核心。去年通过了欧洲联盟生物多样性战略，包括了对土壤的承诺和重视，承诺解决土壤肥力问题、多样性问题和有机物的问题。我们今年要通过一项土壤的战略，规范土地的使用，那么旨在提高我们的法律约束力，包括我们土地使用的框架和恢复生态的法律框架，这都是在正在进行当中。那么土壤污染也令人关切，今后几周会推出一个零污染的方案，希望解决问题。土壤教给我们谦逊，展示我们的知识极限，需要开展更多的重要的研究。因此欧盟通过了在土壤健康食品方面的使命，投入大量资金开展研究和研发。我们的联合研究中心决心走在全球土壤和多样性研究的前沿，已经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2016年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图谱就是此类工作的第一个，绘制了地球的土壤生物多样性。今年年底的时候，我们将会发布新的多样性分析，这是对欧洲土壤生物多样性最广泛的评估。保护土壤、恢复其健康非常复杂，需要我们在经济和管理实践中进行深刻的变革，采取新的方法和采取不同的治理结构，就意味着需要经济社会各方广泛参与，包括农民、林农，包括土壤规划、行业使用，包括公司负责人、政府高官等等。还意味着更多的合作，包括地区、国家、区域、全球的合作，实施更好的做法。那么公共部门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有责任制定正确的政策框架，阻止退化，而且促进恢复和可持续的利用。其的使命是结合社会经济环境目标，以自然为基础考虑恢复肥力、碳固醇，促进农业管理、生物多样性、土壤肥力和适应气候变化等等，这些都是生态系统提供的服务，我们应当进一步加强。我们做出这么多生物多样性的一个承诺，我们要以身作则。我们的目标是在下一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上全球促进类似的目标，就像在巴黎协定那样。那么昆明的地约方大会也应该是个转折点，我们需要雄心勃勃的努力。那么政府间七专委和科学政策平台的报告没有任何疑问，如果不能阻止土壤退化，就不能阻止多样性危机和气候危机，绝对不能失败。我们今天开会就是因为我们有决心，我们高度重视，我们要共同努力。我们你可以依赖欧盟委员会和我们的承诺，感谢两党组织这次重要的研讨会，让我们共同面对这些挑战，在通往昆明的道路上团结一致。感谢大家，非常感谢我们委员的发言。我们非常欢迎欧盟的策略，我们也知道欧盟
起初我们地球上的生命就依赖于土壤，所以我们在本次活动当中都以以上为指导原则落实。下面我们想请听取来自中国农业农村部部长的致辞。目前中国是第十五次联合国多样性大会的主办国，而这也是 COP 十五次会的主办国。那么我们收到了唐部长的一个视频演讲稿，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的部长，我们请同事来播放一下这一个发言的视频。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出席此次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研讨会。我仅代表中国农业农村部对会议的成功召开表示祝贺。土壤是生物多样性的重要保护，40%以上陆地生物体的生存与土壤直接相关。保护土壤生物多样性，就是保护全球生态系统，就是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中国政府高度重视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护，近年来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着力提升土壤质量和活力。一是颁布实施了土壤污染防治法，依法加强土壤环境监测、风险管控、污染治理；二是累计实施休耕轮作超过1亿亩次，今年将启动实施国家黑土地保护工程，推广保护性耕作7000万亩，让土壤得到休养生息；三是组织实施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行动，全面推行化肥农药减量增效，大力实施秸秆还田，持续提升土壤有机质，耕地质量5年提升了0.35个等级。四是积极参与全球土壤环境治理，履行生物多样性等公约义务，圆满完成2020年相关目标。下一步，中方将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建设，持续保护和改善土壤生物多样性，为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做出中国贡献。保护土壤生物多样性是一项全球行动，需要各方的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在此，我愿提3点倡议：第一，依托粮农平台，深化全球土壤合作。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多边平台上开展务实合作，聚焦生物多样性，密切全球土壤伙伴关系，促进土壤可持续管理。第二，支持南南极三方合作，加强保护能力建设。中方愿同各方一道，通过农业南南合作信托基金等渠道，优先支持发展中国家，提升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护能力。第三，推动共商共建，凝聚共识协同行动。今年7月，中国农业农村部将与联合国粮农组织共同举办黑土地保护利用国际论坛，在此我诚挚地邀请各国代表出席，共商黑土地保护大计，共促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护。谢谢。We would like to in turn say 我们也同样的感谢唐部长发来的视频演讲
里面的信息非常详实，介绍了中国在全国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提升土壤的肥力和质量，这些都是重要的方面。在欧盟委员的发言当中也提到类似针对未来的措施，而且我们也听取各方的包括哥斯达黎加在内的一些经验教训，中国也提出了行动中一些可借鉴的方面。那么下面呢，我想请埃及发言。我们这也是生物多样性大会的秘书处一方，积极的促进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发展。下面是仅代表埃及发言的 Hesham Hamid Bader， 这是埃及驻粮农的代表发言。谢谢，非常感谢。我想恭喜主持人，目前的主持很好。那么总干事好，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土壤的生物多样性方面，埃及很荣幸成为第十四届生物多样性缔约方大会的主席国。这是2018年的11月份，各国代表和组织的代表一共召开了17天的会议，形成了一句话：加强生物多样性的投资，为人类，为了地球加强投资。我们很看到大会采取了重要的一些决定，各方决定全面积极的参与这些2020年之后的生物多样性框架。那么十四缔约方大会也邀请粮农组织积极的合作，加强与各方的合作，准备目前土壤生物多样性的知识报告，来包括目前的状况报告。声音断了。粮农组织和其合作伙伴去年12月份公布了一个报告，埃及非常重视采取协调的方式推进生物多样性和缓解土壤退化等等。埃及启动了一个项目来加强现在听不到发言人了，埃及断线。埃及断线了，还是听不到埃及。但是继续发言，还是听不到埃及。Using ecosystem-based approach at CBD COP14 in Sharm el Sheikh in 2018. Ambassador Badra, if you can hear us, we will go back to those of you who are in Rome. You may hear the storms and kind of fun there. Because now you can hear the interference of the Roma and the sound of the sound and maybe it also affects our speed. So, for those of you who are in the live stream, we know that Halid
正在和大使建立联系，等他一会儿上线之后，就可以让他接着发言，代表埃及接着发言。我们也想听取埃及采取了哪些措施来促进土壤生物多样性。过一会儿，等他网络恢复之后，让他接着来发言。下面呢，就请我们的共同组织方之一，也就是我们的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秘书伊布拉伊姆·迪奥先生来给我们发言，有请。非常感谢各位阁下、各位尊敬的部长、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各位同事。首先感谢居东域总干事、粮农组织的总干事邀请我参会，也感谢我们之间进行的合作，因为我们现在进行联合国行动十年。生物多样性公约和防治荒漠公约两党组织之间进行了非常多的合作。那在今天的会议上，开幕式上，邀请方请我的来讨论像蚯蚓等其他的土壤的生物，还有一些脊椎动物、非脊椎、无脊椎动物在土壤多样性方面，以及粮食还有生产以及生物多样性方面起到的作用。 Giles Kellogg 博士曾经说过，没有土壤就没有生命，没有生命也没有土壤，所以土壤和生命是息息相关的。Kellogg 等科学家认为土壤是生命的基础之一，它占到了四分之一的全球生物多样性。陆地包括生微生物还有社区还有基因等等，很多都是和土壤相关的。我们脚下的土地，它是当中的生物以一种协调的方式开展工作，为我们的土壤提供活力。我们的粮食还有纤维素等等都取决于这些土壤微生物，它们呢帮助我们固碳，并且也帮助我们促进养分等循环，并且可以减缓干旱。它们呢也对有害生物的爆发起到了防治的作用，也可以拯救生命，可以提供一些药物。所以这些生物多样性是非常丰富的，还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对于人做出巨大贡献。但是有 33% 的土壤的生物都逐渐的退化，然后有更多 90% 的可能到2050年也会开始退化。我们必须要利用当前的这十年采取行动。这意味着我们生命如果看成是一个工厂的话，现在已经有 33% 的工厂已经属于关闭的状态。新冠疫情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全球的经济可以看到当前遭受多么大的冲击，所以各位也可以知道土壤生物多样性是多么的重要。这个问题是非常艰巨的，但是呢是可以解决的，也必须解决。防止荒漠化公约各地约方他们都知道土地也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首先，土地可以加速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实现。如果改善
土壤、土地，我们可以改善水、食物，还有自然等各方面的进展，确保土壤生物多样性。意味着不仅在空气当中促进生物多样性，也确保土地之下生物多样性。另外呢，预防总是比治疗要更好，我们可以进行 可持续的土壤管理方案，预防也非常重要。我们所有的努力在预防方面的努力还不足，因此我们和环境署、粮农组织和其他各伙伴来去撬动我们的政治方面、政策方面的行动力，来通过我们的行动十年，并且要促进恢复更可持续包容性的重建美好家园的路径，从新冠疫情当中恢复过来，修复土地是一个快轨行动路径，可以减少90%的粮食生产方面的空白，也可以去逆转生态系统的退化，这也是土壤退化，也是 SDG 15.4 关于土地方面的具体目标之一。另外，在土地退化方面，有相关的应对倡议和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方面的计划是相辅相成的。土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就确保着土地能够给我们提供充足的支持力和多样性，这就需要全球科学家还有土地管理者，他们必须把科学和政策切实地落实起来。本周我们有7000多人参会，你们都非常了解土壤生物多样性，我想各位已经撸起袖子要为接下来的工作全力以赴，我们也非常期待帮助各个国家把政策落实为具体的行动。谢谢，非常感谢跳先生，我们确实已经撸起袖子准备大干一场。那您说呢，预防也比治疗更好，这是非常关键的，感谢您呼吁各位采取行动。我想我们有7000多人甚至更多的人，他们也会积极的去参与到这个进程来。下面就请下一位的发言人，那也是我们研讨会的协同组织方，就是生物多样性公约，下面请其执行秘书 Maruma Marima 先女士。感谢鞠东玉阁下，各位同事，非常高兴参加今天的会议。粮食、农民、生物、农业、生物多样性，这些主题和土壤息息相关。土壤呢，是很多重要因素的一个连接点。非常高兴在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研讨会上发言。今天我们之所以聚集在一起，虽然有疫情的影响，但是仍然聚集在一起，这显示出我们都有承诺。我们有7000多个注册在线的参会者，这也是显示出呢，土壤这个资源是多么重要，尽管它是默默无闻的一种资源。土壤非常重要，它提供重要的生态系统服务，对人和生态系统健康至关重要。该资源就是土壤生物多样性。由于有生物、微生物，包括微生物还有蚯蚓等等，我们有肥沃的土地、清洁的水以及
富有生产性的生态系统。我们的主题是保持土壤活力，保护土壤生物多样性，这是非常及时，非常具有相关性的。在几周之后，生物多样性的公约的各缔约方将讨论2020至2023国际土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行动计划，简称为土壤生物多样性行动计划。这呢也是在生物多样性第十五届缔约方会议召开之前的筹备工作的一部分。那第十五届缔约方会将在中国昆明在十月召开。该行动计划是基于土壤生物多样性现状现状挑战和潜力，这是粮农组织筹备的一份报告。它是由政府间土壤技术小组、全球土壤伙伴关系、生物多样性公约、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倡议和欧盟委员会共同参与制定的这份报告。这个计划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彰显了CBD 公约和粮农之间积极的强有力的合作，同时它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彰显出科学如何可以为政策制定做出贡献，确保土壤生物多样性的保护和可持续的利用。那我们也非常希望粮农组织的全球土壤伙伴关系将继续去主导并且促进该行动计划的落实，等它一经通过之后。另外呢，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我们各缔约方正在磋商当中，我们有绝好的机会去强调土壤生物多样性在支持生态系统方面的重要性，而且这些生态系统是具有韧性可持续的，并且承认呢，它对于粮食生产、人的健康以及可持续我们的土地之上多样性的重要性。保护和促进土壤生物多样性将帮助我们和自然和谐相处。不过呢，在知识方面仍然有一些不足，土壤和其他微生物仍然受到威胁。比如说，我们知道90%至95%的土壤生物群仍然没有被确认，而且小于1%的一些，只有小于1%的被描述，得到描述。此外，农业集约化、土壤板结污染、荒漠化、野火以及土壤侵蚀等等，这都对于土壤微生物和生态系统职能造成了威胁。说到这一点，我必须就指出这个研讨会的重要性，它非常及时，它能够去减少政策者、粮食生产者、科学家、从业者以及其他利益相关方，减少他们的知识空白，让他们更好的去理解土壤生物多样性的潜力以及解决办法，解决相关的危机。这对于接下来十年至关重要，这充分地显示出我们今天参会者非常多，也显示出各位的重视。可持续使用和保护土壤生物多样性有巨大的潜力，能够作为替代性解决方案解决我们面临的全球挑战。有些国家开始使用土壤生物多样性在各个不同的领域，包括农业、食品安全、生物修复、气候变化、有害生物还有疾病监控和人的健康方面。由于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引起来的越来越多的疾病，还有未来将会发生越来越多的疫情等等，在此情况下，土壤生物多样性有很大的潜力给我们提供新的药品来抗击这些困难。另外呢，土壤生物多样性是默默无闻的英雄，他们其实是可以带来诸多的益处，来确保2020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联合国生态系统恢复十年以及
联合国行动十年能够为人和地球带来繁荣。最后呢，我也想承认认可那些在不同的本周的讨论会当中的参与方，包括嘉宾、演讲嘉宾、学生、科学家以及儿童还有青年，他们积极的有些参与了儿童的书籍竞赛，也是关于土壤生物多样性的，非常赞赏他们，这可以帮助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我坚信我们这些重要的讨论的成果将帮助我们去指导土壤政策在未来数年，以及生物多样性公约呢，也非常高兴和两党组织和其他伙伴结成伙伴关系，来共同在这一重要的领域开展工作。谢谢，非常感谢 Marima 女士所做的谈话，给我们带来非常多的启发。今天令我们受到非常多的启发。那土壤生物多样性是默默无闻的英雄，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一点。非常感谢给我们提供机会，我们必须要去解锁所有的解决方案，充分的利用它们，来充分发挥土壤生物多样性的潜力。我们非常期待在研讨会当中这样去做。我们同时有一个行动计划，很快就将通过，我们也非常关注这一点。非常感谢生物多样性公约以及防治荒漠化公约的执行秘书刚刚所做的演讲。下面巴德的埃及大使回来了，您听到罗马现在风雨雷雨交加，您可以听到吗？好，大使，下面话筒再次交给您，再接着听埃及跟各位分享的经验。下面话筒交给您，大使。我澄清一下，因为我们现在是斋月。刚刚呢，我好像我这个发言不从最初开始，我从刚刚停到的那个地方继续发言，来讲述土壤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等方面采取的措施，来加强在我们公约的多个层面去应对挑战生物多样性损失、气候变化等等。在2018年，我们埃及也主持了第能够对所有活动进行协调，在国际和地方以及全球层面进行协调。我们呢还能够优化资源的使用，能够简化行动，能够同时给落实提供更多的支持。这种协调呢，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要确保，土壤生物多样性那被认可呢，也就是说土壤要可持续的进行保护和使用。也就是说政策制定者要在各个层面给予指导。土壤生物多样性是农民生计以及呢生产力的重要一方面。同时要进行土壤肥力的管理，增加庄稼的收成，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这都是减贫的重要方面。可以通过增加生产力来减贫，土壤生物多样性，同时可以应对气候变化，包括资金和技术转移，这样呢能够在长期中期带来气候变化方面的益处。我认为这次专题讨论会是重要的一步，能够让我们更加理解土壤生物多样性，这的确是可持续农业的重要一方面。同时呢也能够改善抵御能力、营养和生计，不光是在埃及，而且是整个世界都是这样。
现在呢，我们要2030年联合国的框架计划，我们乐于见到2020年后生物多样性框架，而且呢，我马上要在中国召开联合国气候公约的缔约方大会。埃及呢，希望国际社会做出更大的努力，能够实现CBD 的目标。我们就是要应对不断增加的粮食需求，同时呢，可持续的管理自然资源以及生态系统，包括土壤。再次感谢组织者，感谢总干事，谢谢，谢谢部长。埃及呢，一直在不断增进土壤健康，也不光是为了可持续农业，而且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健康和生计。尽管马上要有暴雨了，现在可能已经有暴雨呢，现在埃及部长又重新连线了，谢谢部长。所以呢，开幕式第一部分已经结束了。下面我请埃多尔多·曼苏尔，他是粮农组织气候变化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的部负责人，他呢要讲一下地上和地下的生物多样性的联系。下面请曼苏尔。下面请曼苏尔先生。谢谢，谢谢总干事，以及呢 CBD 执行秘书，各位来宾，我非常荣幸来在开幕部分讲话。之前的来宾的讲话非常精彩，都定下了这次专题讨论会的基调。所以呢，在具体开始讲之前，我们看到的，这就是生物多样性的一部分的这个。我要分享一下屏幕。那这部分就是定基调这一部分，目标是要重新把地上和地下的生物多样性联系起来。生物多样性是全球粮食安全的基础，没有生物多样性，我们是无法活下去的。生物多样性呢，它提供了地球上100%的食物，不包括野生和驯养的动物。所有这些种族都需要从生物多样性。那超过12000水生种族，包括另外呢还有很多家养生物，还有超过9000野生动物种类，都是以各种的方式支持农业和粮食。所有这些种类。都和土壤生物多样性联系在一起。我们人类的食物供应是依赖于土壤的，82%的卡路里都来自于土壤，只有16%来自于其他，那在蛋白质上，水产植物和动物代表了7%，
地上的动物占了33%，而地上的植物占了60%，这是我们的蛋白质来源。生物多样性支持所有的经济行业，也是生态系统服务的提供者，并且也对缓解气候变化非常重要。但是呢，现在生物多样性在不断的减少，在最近几年中呢，已经呢发布了几个评估，都证实了生物多样性在流失，而且我们有必要应对生物多样性的流失，在关键的领域，包括粮农组织、农业、渔业、林业这些关键领域，要进行大的变革，才能够有可持续性。尽管有这么多的研究，但是呢，我们对土壤生物多样性却知之甚少，而且生态系统现在也在消逝。我们看到这些是砍图纸，看到上是砍伐。这是1980年到2030年。我们2020年，我们看到不同的动物种类，它在不断的减少。从基因多样性角度来说，我说的是这些野生动物。那超在7092种驯化的动物中呢，26%都受到灭绝的危险。我们呢，全球都对生物多样性损失非常的顾虑，但是呢，我们还只是关注到我们能看到的部分。正是由于今天这次会议，我们有机会看一下脚下的生物多样性。在我们脚下有各种各样的生命，非常丰富，而且是健康土壤的基础。我们知道，只有有健康的土壤，才有健康的食物和健康的生命。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要去开始了解这个我们知之甚少的脚下的世界。这是去年12月发布的关于土壤生物多样性知识状况的报告。这个土壤是什么样的？从显微镜我们可以看到有线虫，还有蚯蚓，还有爬行动物，各种各样的生物。这些都生活在土壤中，还有这种的真菌，在土壤和微生物，还有真菌，以及呢植物根茎有非常繁复的联系。我们现在仍然在不断的发现中。这次会议有这么多人参加，我们呢要共享知识，能够更多的了解这些地下的动物、生物以及它们和我们的关系。为什么要说联系地上和地下的生物多样性呢？因为地上的生物和地下生物联系非常密切。这有些例子给大家。健康的土壤，是非常有益的，能够使人类受益，可以让发展更加有
可持续，我们包括这些基础设施，洪灾的应对，气候变化，以及呢固碳营养的循环，净水，同时呢药物来源，以及呢文化遗产，这些都显示出这些都是可持续发展目标，我们可以帮助国家实现这些目标，这些就需要我们可持续的利用生物多样性。这周有三个主题，第一个是土壤生物多样性的知识状况，生物多样土壤生物多样性行动以及土壤生物多样性如何影响未来。这次会议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看到这些我们平时看不到的世界。我们从自己做起，可以减少垃圾的排放，我们减少食物损失，我们不支持一些农业工具的使用，更加优化肥料的使用，我们可以做很多事情。这些都是在土壤生物多样性知识状况报告里面。现在这个文件已经在线上发布了，所以各位来宾，今天我们就是要共享知识，让土壤保护，让土壤保持生命，保护土壤生物多样性。我们可要继续和粮农组织合作。尤其是粮农组织这方面的专题网站，分享更多的知识。谢谢 Mansour 先生，他告诉我们，生物多样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怎么能够把地上和地下的生物多样性联系起来？我看到这些照片呢，都让我这个发，让我。我很高兴看到这些照片儿，那有了这些真实的照片儿，让我们很清楚真实的看到这些生物，因为我们仅靠自己的眼睛是看不到这些生物的。所以呢，我想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摄影师，他叫 Andy Murray。 Andy Murray， 非常感谢你来。之后呢，那你还可以回答别人的问题，你可以在对话框里面回答问题。那我想问你，为什么你开始关注土壤生物呢？同时呢，我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你工作的视频。这都是土壤生物多样性状况报告的一部分。安迪会一直参会。下面我们就看一下安迪他的工作。My name is Andy Murray.我是 Andy Murray， 我是一个昆虫学家，并是摄影家以及呢作家。我呢就是专注于这些土壤中的微生动物的摄影，他们是经常被忽略，他们是非常古老的生物，而且呢还有细菌和真菌呢一起呢创造了最开始的土壤，他们可以回收碳，那些帮助营养的循环在。那在四亿年以来呢，他们其实为我们提供了很多服务。Andy， 我们重新开始。It deserves. So take me off the screen as well, and let's just share the screen with just. 我们现在来先关注这个视频。
My name is Andy Murray. 我叫 Andy Murray， 我是昆虫学家、作家，并且是摄影家，专注于土壤动物的摄影。他们这些动物是经常被忽略，是看不到的。而他们呢，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陆上动物，而且呢和真菌和细菌一起呢创造了最开始的土壤。他们可以进行碳的循环，并且呢促进植物和土壤之间的营养循环。四亿年以来，这个土壤一直没有变化，而且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多的服务。我们可以看到这么多的动物，那我认为我很高兴，这是非常好的一段经历。我最开始是九年前开始关注的，那所以呢，我在2014年离开了英国，之后呢。花了六个月的时间呢，去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热带雨林中。在那个时候呢，我非常关注于为其他的土壤生物进行摄影。所有这些土壤中的生命是非常精彩的。最后呢，三个月之后，我开始花了三年的时间周游全世界。我非常喜欢这过去的每一刻。土壤生物多样性，现在在不断的减少，有多种生物，几乎已经灭绝，都是因为人类的活动。但是呢，得益于国际社会的努力，像粮农组织，以及呢全球土壤合作伙伴以及其他组织，我们现在有一个平台，那可以挽救全世界的土壤动植物，我们需要政府来保护土壤生物多样性。土壤生物多样性的损失仍然可以被扭转。现在呢，有可持续的土壤管理做法，能让所有这些动植物继续存活下去。让我们一起来享受生活中的这些微小的事情，它们比你想象的更重要。非常感谢 Andy 为我们做了这么多照片和视频，给我们这样的机会能够亲眼看到这些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具体含义是什么。再次感谢 Andy， 同时还要感谢所有的嘉宾，我们的主持方，我们的总干事屈东义先生，同时还要感谢我们的联合主办方跟我们一起共同举行本次活动，还有一些开幕式过程当中的这些发言人，以及这些还有技术的部分，大家可以在 gallery 的部分大家来相互打招呼，然后是我们的下一部分的会议。谢谢，再次感谢总干事来支持我们三天的活动和 3D 的展示，感谢我们这些精彩的发言和讨论的内容，以及科学家的介绍，还有摄影师、农民等等各方的介绍，直接让我们来见识一下土壤当中的方方面面，大千世界。这也是我们要合作致力的努力方向。请大家注意，现在是有几千个上会的，还有7000多注册，而且注册人数还不断的增长，显示了各方的关注。再次感谢大家，感谢我们总干事、我们的秘书、我们的部长、我们的大使，希望大家在本次三天的会议当中多多的参会。再次感谢总干事。总干事是否要发言致辞？总干事说，我不想浪费你的时间，但是我想恭喜您和 Andy Morrow 摄影师的工作。你做了10年一件工作的话，你这些方面就成为世界第一名了。
谢谢总干事的鼓舞人心的发言，感谢鼓励 Andy 继续努力，不要回到原来的工作，继续旅游，继续给我们照相，继续向我们展示一下全世界土壤当中的生物多样性。如果需要支持的话，请 Eduardo Manon 或伊丽莎白等等，我们可以为你举行捐赠的活动。谢谢总干事的发言，我们有很多精彩的合作伙伴和一些活动展示了土壤中的生物多样性。谢谢总干事，下面进入我们活动的第二部分，我们有五位发言人将会让大家专门的从各自专长的领域介绍一下生态系统核心的功能，我改变生活，在未来发展的不同方面。据我所知，这部分我不是我主持，但是我了解最后会有一个小测试，所以请大家认真聆听几位专家的发言。那么届时的测试形式是通过邮件的形式给会议注册人，否则的话，我的同事会在聊天功能里列出如何参与测试的方式。所以说，我们先有五个主讲人介绍情况，最后才有一个小测试。我相信大家都能够届时展示一下你学习的情况。我就准备好了纸和笔，因为你要做笔记的。所以我们第一位发言人呢，是 Rosa Pouch。他是国际政府间专家组 ITPS 的主席，这就包括27个顶级的土壤专家，由各国提名，代表了全世界各个地区，提供全球土壤问题的专家意见，向粮农组织和全球土壤合作伙伴项目提供科学建议。请 Rosa 女士，谢谢主持人。我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屏幕，向大家来介绍一下我的发言稿。我的发言会用西语来介绍。我很高兴能够跟大家交流，我看到注册人数这么多，我感到很诧异。那么我个人觉得这很了不起。我将会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全球土壤多样性研讨会的引言部分。首先要回顾一下我们全世界土壤资源报告2015年版的内容。这个报告是对全世界土壤状况的一个评估介绍，同时我们还提交了土壤生物多样性报告。那么否则的话就没法衡量人类活动带来的影响，同时也强调了需要监测项目才能够监测土壤多样性的变化。我们还需要在不同规模开展深入的研究，研究我们生态系统的各项功能。最后呢，还指出需要在土壤生物多样性研究当中建立标准化的研究方法。在此之后，我们就关注几个重点的领域，而且也取得了名长足的进展。比如说土壤生物多样性志愿指导准则的推出就是一项。在准则当中，我们指出生物多样性的损失呢，是对可持续性发展的一个威胁，并且呼吁通过充分的措施
来有效管理土壤的生物多样性。我们提到了研究方法标准化的问题呢，这在我们的研究土壤管理方法及去年的一个议定书当中就有所介绍，这是生物多样性的一个简单的指标，还有其他的一些衡量土壤质量的指标。那么首先是2015年报告当中有个要求，之后在土壤生物多样性知识水平去年的报告当中也有所回应。这个报告是跟全球土壤合作伙伴项目和生物多样性和欧盟等几个组织合作完成的。该报告就包括了全面的全世界生物多样性在土壤中体现的一些知识，其中部分的报告内容就包括了一些研究的结果、调研的结果，这些都是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联盟开展的一些研究。这个图片显示出全世界的状况，不仅仅是包括我们了解的这些知识，还有土壤保护各种计划。这也是另外的联盟开发的工具，根据这样的工具可以提出一些建议，更好的保护土壤，加强科学和政策之间的关联。此外，在联盟的第二个支柱当中，我们还包括了土壤生物多样性指标加入到全球土壤医生的项目当中。在第二个支柱内容里，在2020年我们推出了在世界土壤日当中专注的生物多样性的问题。此外，我们还关注土壤日那天很多人来自全球不同地区的积极参与，我们还有联盟还有大量的图片文字宣传资料介绍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巨大价值。从2015年开始，我们就指出土壤面临的多项威胁，在我们的报告里也介绍了包括土壤污染等方面的威胁。那么通过转移知识可以加强科学与政策的联系，共同应对一些问题。报告里指出了一些实际的活动，比如说从可持续发展的角度而言，监测土壤质量。那么土壤生物多样性当中就有三大主题，第一个就是土壤生物多样性的知识现状，现有的行动以及影响未来粮食体系的土壤生物多样性问题。在这里的参与当中，我们收到了258个缩略文稿，其中160个是由科学委员会选出的，其中就包括了 ITPS 代表参加的科学委员会。此外呢，我们还在今后两天召开六个平行的分会，来涵盖刚才提到的三大主题。我们还有三个主旨的牵头人，周四的时候这三位主旨牵头人会就六个平行会议向大会做出报告。本次全球研讨会的目标已经投射到屏幕上。第一个就是了解一下土壤生物多样性对粮食生产作用的目前知识的现状如何，要确定知识欠缺
并探索合作机遇，来找到促进土壤生物多样性的机遇和挑战。那么提交研究方法促进生物土壤生物多样性，研究一些政策的选项，并鼓励各方采取措施，并提出一些地区、全国和全球的一些活动，有助于实现可持发的目标。我希望大家本次研讨会顺利，那么促进具体的行动，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护生物土壤的生物多样性。谢谢，非常感谢Rose 女士为我们的发言设了一个基调，同时还提出了这些研讨会的主题和预期是什么。非常感谢，我很高兴的请 Diana Wong 是下一个发言人，她是我们全球生物多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创始人之一，她向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现状以及土壤生物多样性怎么才能够帮助我们解决目前面临的挑战，这也是我们期待的一个演讲内容。我们来听取一下有哪些未来之路和一些建议的内容。谢谢。Having a little bit of trouble here. 发言人说好像有点小问题。主持人说你应该点击一下播放，在底下工具栏底下有一个。谢谢，请发言，请介绍。谢谢邀请我参会。首先我想指出，我代表了很多科学家、创始人，这是我们的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的联盟成员，以及科学对政策的建议是什么。之前我们已经看到我们土壤和土壤生物多样性支持生物多样性，但是这方面了解不高，知识很少。我想告诉你，科学家加速很多，我们的知识很多，只能介绍一部分。我们要指出，那么四分之一的生物是在地下生活的，这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包括一些小小的一些帮助植物的真菌，包括一些小的蠕虫、诺虫、蚜虫等等各种虫子生物。那么地上的一些物种呢，它往往是我们，这是我们所了解的。而在地下部分，即使蚯蚓而言，我们只是了解蚯蚓的很少的一部分，绿色是已知部分，黑色是未知部分。所以我们对地下生物的了解所知甚少。那么这些生物都做什么呢？他们的工作非常具体，来分解有机物，包括落叶等等。我们看到这些落叶由不同的生物转换，每一个部分都是生物，就食物网的一部分，所以大家都各自分工，它们有助于帮助植物的生长。而且很多呢的内容在讲解之前一部分的一个宣传资料，你可以免费的来下载这样的报告和资料。其中一重要的就是这一个土壤生物多样性知识的现状，一共有300多个科学家撰文供稿。我们可以看到这是威胁是什么，我跟大家来显示一下一部分，向大家简要的介绍一下现状是什么，帮助我们了解土壤生物多样性在管理土地方面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个报告当中，这是我们所了解的情况，农业减少生物多样土壤的生物多样性，而且消除了一些物种。我们也知道土壤当中的食品网是相互关联的，而且这些在全球变化当中更加简化，而且受到了威胁。
这些都影响了生态系统的功能。土壤生物多样性做什么呢？我是认为在全球议程当中，全球环境日程当中，包括我们应对挑战的时候都发挥一定作用。如果你想土壤生物多样性的话，做一个拼图而言，我们看看，这是一部分我们所依赖的部分，这是我们依赖于食品养食物粮食养活我们保持健康，来控制一些杀虫剂和控制一些杂草。土壤生物多样性还支持的不仅仅是植物，还支持地面的动物，包括脊椎动物，包括哺乳动物、鸟类都是其中。它们往往要食用跟地下相关的一部分食物，很多呢还是都考虑的是地上的部分，但是现在需要考虑地面之下的生物多样性。这是我们地下生物多样性的热点跟浅蓝色的部分，往往是考虑生物地上这生物多样性的地方，而且它还影响气候。在这样的拼图当中可以看到，这是受地下的生物的影响，对于碳封存、碳捕捉都相关。这里有很多论文显示出这种关联，另外还有一些线虫和蚜虫，它们可以发挥重要的作用。那么这些同事可以看看这些无脊椎的动物的巨大的数量和它们生物质的巨大数量，地下的这部分它们能够储存碳，还能够促进我们的升腾作用，而且它还能过滤水。我们知道蚯蚓和其他一些动物有助于水的流动，还包括这些水纹的通道，有利于移动养分等等。所以土壤生物多样性它是一个重要的基石，是整个拼图当中的很重要的部分，促进农业操作，保护城市生态系统，保护自然区域，而且能够有利于生态恢复。是的，有些系统可以做到，但是时间不一样。这是最近的一个显示，在这些之外的一些参与的生物的相互的关联的程度，而且一些营养养分的一些恢复有效运动啊，但是30年以后，也就是说物质多的话，它们的绿色关联增多，各种物质在食品网上更加紧密，这就意味着它们的转换。Is a quarter 土壤性处在核心地位，对于很多议程来说，它提供多层的益处。如果我们看所有的环境挑战，在核心地位的就是土壤。我们需要把土壤生物多样性把它摆在重要的位置。可持续发展各目标当中有很多都可以受到土壤生物多样性带来的好处的影响。这个科学评估给出一些解决方案，如何去应对全球挑战。我呼吁各位都去读这份报告，我简要的提及一些要点。我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要有清晰的土壤管理和保护的政策来保护我们的地球。土壤生物多样性应当纳入到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当中去。粮农组织和其他各方应当可以把建议转换成为实际的行动，包括土壤方面的观察站。欧盟有一个叫 Lucas 调查，很久之前就审视土壤的微生物。另外还有一个是草根阶层的基层的一个土壤生物多样性观察网络。所以我们需要
一个土壤方面的观察站来改变土壤状况。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是必须的，我们的科学努力正在持续，我们也希望所有人都参与进去，这是免费的，所有人都可以参与。感谢，感谢汪女士，感谢给我们所做的介绍。肯定一会儿会有其他的对您的提问，关于您提供的介绍。各位同事之后也可以获取这方面的材料。土壤生物多样性起到重要的作用，对于人的健康和福祉。下面呢，就请 Wim van der Putten， 荷兰的科学家，来给我们讲一下土壤生物多样性和人的健康之间的关系。人的健康在过去这两年是我们日常生活核心位置的一个话题，下面就请教授来给我们讲一下。Thank you, Yasmina. Yes, and I was especially asked. 感谢 Yasmina。我呢讲的话题是土壤传播的疾病以及生态集中。我刚刚听到非常多的高级别的嘉宾参会，也感谢全球在这一会话题方面几十年以来开展工作所取得的各种成就，非常感谢土壤以及土壤的生命是非常的，在过去我们都进行了研究，我们有包括在由于植物土壤的方面有一些疾病的传播，由于土壤当中病菌的一些传播，病菌、真菌、细菌、病毒等等，就使得还有一些病毒呀、线虫等等，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作物的收成。就在不久，我在我的博士研究当中，我们主要是讲作物体系当中有一些病原体，其实它们不仅是在植物和作物当中，在土壤当中也会有这样的病原体的传播。比如说，如果土壤当中病原体它侵占了这左图当中的植物的话，那么可能就会使得有更多的花，会有很吸引很多的传粉昆虫。这样的话就可以影响到它的收成。它在植物的生物多样性方面也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并且呢，有的时候可以避免一些害虫的侵入，所以它也是有一些好的方面的。那生态集约这什么意思呢？它是一种做法，它希望能够提供生态系统服务，同时呢又减少对环境的负面的影响。那我们会问它是不是必须的呢？这种集约，生态集约，它需要生态工程，在农场以及在景观的层面，同时和当地行为方一起工作，并且要看一下社会以及生态互动之间的系统的影响。土壤生物多样性、土壤传播的疾病，我们要进一步加大重视。所以对于土壤传播的疾病的预防方面，以及我们和农业是受何种程度受到
土壤传染疾病的影响呢？我们看到，如果在轮作之间的间歇非常短的话，这种土壤传播的疾病就可能性就越高。我们可以减少这种疾病，可以进行更广泛的间作，这样的话可以加大间距，就可以减少土壤传播的疾病。如果出现土壤传播的疾病的话会怎样？如果我们的轮作间隙非常的短的话，比如说 ABCDEF， 这是我们的非常多的间作。在 A 方面，我们可以看有每克土壤当中有多少多少的病原体。如果我们扩大它的轮作的间歇，我们就可以减少疾病的风险。最后呢，如果间作的间歇短的话，风险就更高。所以农民会做的就是，他们会用化学品去治这个土壤，然后它不仅杀掉了土壤传播疾病，也会把其他的全部都杀掉。这会影响到土壤生物多样性、环境、土壤生态系统服务，以及甚至会影响到更严重的问题。这就是一个矛盾。有些人会问说，为什么土壤生态学家说现在这种做法不好呢？明明我们看到产量是增加的，但实际上我们虽然产量所增加，但是呢，它带来的代价就是土壤生物多样性被损坏。我们看到单产可能增加，但是其他的土壤生态系统服务却降低了，使得土壤结构变差，土壤肥力减少，保水能力减少等等。所以这种生态集约化是否可以成为土壤传播疾病的一个解决方案呢？我们看到这种集约化在陆地上的层面，我们不仅有作物，还有其他的生态元素，包括昆虫。昆虫在这个作物收获之后，昆虫还是可以生存。所以呢，这种陆地的景观也是非常重要的。可以呢，由于这些鸟类昆虫，它们可以去成为害虫的天敌，但是在陆地底下，就是土壤当中，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就不能依靠陆地上的这些生物，因为我们是从微层土壤的层面来去考虑这些微生物。所以我们看到土壤当中的生物对这些作物的健康是直接产生影响的。我们呢，要把陆地之上不仅要照顾到，陆地之下就土壤当中也必须照顾到。我们看到呢 ，Klein 写的这个论文，他问农民生态强化做法当中你们认为哪些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到红色箭头它是影响到土地的，就是作物的轮替轮作，在种植业当中，我们
看到中国对于这方面已经有相关的解决方案，同时我们也需要其他的举措让土壤保持健康，包括覆盖作物呀，或者是用越冬的一些作物呀，或者是，但是有的时候一些农民不喜欢这些做法，所以呢，如果在要想生对农业生态系统进行生态集约或生态强化的话，比如说作物 C 作物 D， 然后要用陆地上的一些传粉作物传粉昆虫，同时要注意到土壤带来的影响，包括混间作系统，包括作物 A 作物 B， 就是 A 作物做完之后它可能会对 B 产生后续的影响，如果后面种 B 的话， B 也会对之后种的 C 产生影响。那中国在此方面也进行了一项非常重要的研究，就是不仅作物之间直接会相互影响，同时还看到有反馈影响，通过土壤生物多样性也会影响到其他的作物，以及明年将种的别的作物，以及在陆地上这些不同的作物之间的互动。所以呢，我们必须要把生物多样性这个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再举个例子，就是我们欧盟的一个项目，它叫 EcoTrain， 它研究了在沙丘当中的线虫，看看从生态方面和昆虫学角度来看，显示出呢土壤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所以这个地方种了一种草，是在沙丘当中，这个草对于线虫来说是非常好的环境，有各种不同的线虫都可以在当中生存。这个项目当中呢，就是有草，天然的草，它呢可以对于某些线虫对进行防控，然后这种线虫同时呢它们又会和别的线虫进行竞争，包括有各种不同的形成一个生态系统，然后土壤当中的微生物它们也会对各种不同的线虫造成影响。如果这个系统要想更加具有生产力的话，并且呢要在我们的土壤生物多样性的网络当中带来贡献的话，并且改变我们的一个生态系统，尤其是作物生产当中，让它能够在生物上更加具有在进行生态集约，所以就指出这种生态集约它可以从土壤生物多样性当中获益，并且从陆地上陆地下的互动当中互动。土壤生物多样性是在小的空间范围内进行的，我们需要意识到土壤生物多样性它是可以影响到由土壤传播疾病的发生风险。非常感谢教授，非常有意思提到了土壤和健康之间的关系，以及 Eduardo 所说在提出呢我们的生命是取决于土地之下的生物多样性，
我想在我们的研讨会从始至终都会听到这样的重要的信息。另外呢，各位如果可以在聊天框当中进行交流的话，各位都可以去进入各位的问题，或者是做出其他形式的互动。我们有2000多人在线，我们就没有问答环节，因为时间可能不太够。不过接下来3天还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和所有的同事进行互动。再补充一下，我们呢也想介绍请 Christopher Marley， 他是美国的一个艺术家，我们可以看一下他的一个视频，他可能现在没在线，因为现在的美国是早晨非常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视频，之后各位也可以提问。他呢是把自然世界的元素变成一个艺术形式，我们可以看看我们叫做土壤当中的昆虫和微生物的一个视频。我们的同事将给我们播放这个视频。 Christopher 的艺术作品，同时也可以帮我们来看下面的土壤生物多样性。各位也可以去看看去年12月启动的发布的那些报告的信息。My name is Christopher Marley. I'm an artist. 我叫 Christopher Marley， 我是艺术家，取材自然的一些要素。我是艺术家和自然学家，我出生在俄勒冈，所以自然是我经验的经历的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我呢环游世界，一有机会就到森林当中田地间去找昆虫，看到这些生物，有些是我从来没见过的，所以我以它们为素材创造艺术作品。我看到我们和自然之间建立联系是多么的重要。我呢就放弃了我之前的在时装业的工作，就开始呢去游历各国，并且呢帮助人们去和自然接触，并且让他们去审视自然。我想让人们去看到这些美丽的小生物，就像我能看到的那样，它们非常的棒，非常令人振奋。有些人从来没有见过它们，他们见到之后开始去非常关注这些生物。人类有这个责任和自然互动。现在自然呢艺术他们是联系在一起的，这背后是有原因的。自然呢可以让我们更加有创造力，让我们更加需要学习，让我们对自然更加热爱。我们热爱的东西我们要保护它们。我们要保护我们爱的东西。刚才对两位艺术家的问题，他们可以向他们提问，他们会一直和我们一起开会。你可以呢问他们如何工作，他们如何保护自然的。他们和自然如何互动，你可以在我们会议网站上可以看到他们的工作视频。 Christopher 在接下来的会议会参会。我们下面要请 Philippe Bassini， 他是巴西的农民和记者，
你现在是在你的农场里吗？那你准备了给我们准备了一个视频，我们先看一下你的视频吧。那你要讲的是如何发展农业，有什么其他的替代方法？下面我们先看一下你的视频。Good afternoon. I first want to thank the organizers. 大家好，我首先呢想感谢组织者邀请我参会，并且呢能够在网上开这次会。我在菲利普，我来自巴西，我要进行研究，我还作为农民，我呢现在呢讨论了一个叫 Syntropic Farming， 之前呢是。最开始是瑞士一个农民他创始的，他呢80年代就已经在巴西了，这是他创造的这么一种共养的农场。我们知道历史上我们呢之前并不是很好的理解土壤生物中的这些有益的互动，就是得益于过去10年的研究。我们现在知道土壤之间的生物他们呢能够给植物提供营养，而且他们提供了有机碳，能够改善土壤结构，使土壤更加能够留住水，这些都是得益于土壤生物。正是有于这些的研究，我们知道很多土壤生物是有益的，他们就是农民需要的，就是土壤更加有肥力，而且还有很多环境方面的好处。其他专家都已经提到过了，所以呢，农业也必须要做出改变。我们有了更多的知识，我们要重新思考农业。我们的种植必须要建立在保护土壤生物的基础上，我们要养育这些土壤生物。那如果他们能够养护得很好，这些土壤生物自己呢就可以带来很多好处，我们不需要外界的投入或者是化学投入。但是我们怎么做到呢？我们就是要从自然学习，如果是我们想让土壤生物活得很好的话，他们就需要很多生物量以及根茎的分泌物，这样呢能够得到物理上的保护，这就需要很多光合作用。所以我就想把很多植物种植在同一个地方，因为植物是非常多样性的。他们呢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有的是喜阳光的，有的喜欢阴暗一点的地方，他们高度也不一样。所以呢把这些植物种植在一起，这些植物各不相同，我们呢就扩大整个区域的光合作用，所以整个根茎的分泌物和生物量都更高，这样呢对土壤生物是好的。在欧洲之前这个植物都是共生在一起的，分不同的层，他们说这叫三姐妹，这些植物他们生活在一起会带来更多的好处，他们不会和彼此竞争，而是呢他们这三层的植物能够共生。而在罗马帝国初期，当时呢也是很多层的植物一层一层的混合起来，这是2000年以前就有这样的种植方法，但是现在我们觉得这样的方法已经过时了。我们现在觉得植物不能够种在一起，要不然它们就会争水争营养。这是过度简化的一个想法，这是
其实不对的。其实呢，更多的光合作用，也就是说，对土壤中带来更多的营养，那这些土壤的生物能够得到更多的营养。所以，我们就要一层一层的种植作物，就能够增加生物量和植物根的分泌物。整个这些植物叠加起来能够增加光合作用，而比仅仅是一层植物要好。我们有五层植物，最低层的植物种的更密一些，那越高呢植物就越稀疏。而且光合作用是一个热的过程，那整个温度是逐渐变化的，也就是说越往底下温度越低，底下的这些层都比上面温度要低，这是一个温度的系统。那就是我们这会带来一个后果，但这对农业的灌溉是非常重要的，他们能够促进有生物，而且这些土壤会吸收水。在连作的时候，那是不宜这样的，没有这种很多层的系统，湿气就留不住，所以这些对土壤生物来说是不好的。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一看以前都是连作，我们说这些植物把土壤给吸干了，但其实不是这样的，而是其实植物是有益的，它们植物能够从空中吸水，因为它们有这样一个温度系统，因为有这么多层的光合作用。那最底层的这些都是更湿润、更凉爽一些。我想讲一个例子，我们把这些作物，那有这香蕉，还有柑橘，那有，比方说香蕉呢，它会吸收太多的水，但是我们把所有这些作物都种在一起，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它们呢，甚至可以呢，生活在巴西最干旱的地区，而香蕉它们一点也不缺水。这是2014年，所以说我们第一步就是要分层，植物呢，它不仅高度不一样，而且生命周期也不一样。有的植物，它的生物周期是不一样的，从几个月到几年，所以在设计的时候，那这个生命周期长的植物，这会这会怎么影响光合作用呢？我们还要从自然中学习，很多有些植物长得很快，最开始就全都覆盖掉了，并不因为他们是最有竞争力的。我们认为呢，这些长得快的植物可以给其他植物提供一个栖息的地方。每一层都有特定的空间。在整个周期结束后，
那一个新的周期就会开始，就会有更多的生物量，土地的肥性也会更好，所以呢，在每次收割之后，在每个生命周期之后，整个系统反而会更好。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这些植物是能共同生存的，有，所有这些生命周期不同的植物，它们在这个多层的结构中都能够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但是农业很多时候会忽视这种生态上的继承。另一方面，我们这个地区的肥令也会上升，土地生物它们也是有自己的连续性的，整个系统越复杂，它们肥性也会更好。我们知道，我们要在农业中，也要让这些植被，有这种连续性。我们不能够只，限制于一种植被或者是一轮的植物。在每继承的每一步中，都有合适的植物，所以农业呢，就应该在每个地方，找到最适合的植被，不管是长得最快的，要对每个地方找到合适的植被。但是我们的市场和经济现在还不支持这种复杂的行动。作物多样性，对于很多人来说，仍然是认为是一个坏事。我们需要技术和创新，我们需要打破成见，我们要改变整个粮食系统。最后呢，我再给大家讲一个巴西的例子，这是一个农场。40年前，它很多很退化，很多之后都几乎都荒芜了，而现在呢，长满了非常自然的动植物，可以说是在整个区域生物多样性最好的地区，而且从农业上来讲，它的生产力非常好。这个植被管理的越好，而且呢，这个农场不用任何杀虫药，也不用肥料。它其实的肥料，就是这个系统中就有本身就有的这些有机质。就像在自然环境中，它要减少对植被的干扰。而巴西还有另外一个例子，这都是短周期的植物，一旦它们收割之后，我们呢就那又会有其他的植物到了成熟期，还有长得比较矮的植物，比方说一些水果等等。这是大规模的农场，这是种香蕉。最后一个例子是在西班牙南部，这是非常干旱，每年降水很少。这也是设计成分层。在几个月之后，已经种上了树。四年
四年的这种不断的延续之后，这个地方还在不断的越来越好，看到绿色覆盖很好，我暂时就在干旱的时期，我们植物也可以长得很好。现在，每一年四季，都有植被覆盖，能够有更多的光合作用，这样土壤也能够留住更多的水。这对于这些干旱的地区尤其重要。所以呢，我的主旨就是，不要再出了，不要再设计新的产品，而是要设计出一个农业环境。这是因为呢，农业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好的生活。谢谢。Thank you very much, Felipe. Thank you for taking. 谢谢 Felipe. 谢谢你做的介绍。因为我们非常全面的看到了你做的事情，因为你要说重新考虑粮食系统，要改变粮食农业系统，怎么能够提高生产力、营养和改善环境。在视频中其实就给出了解决方案。Philip, 现在聊天框里面有好多问题，你是不是会议之外想回应他们呢？还有之前的发言人，那可以看一下给你们的提问。而且最后会议，今天会议最后我们会有一个小提问。谢谢 Philip。 下面请 Daphne Miller， 她是亚利福尼亚大学，她是讨论土壤生物多样性、营养和人类健康三者之间的关系。因为美国你是起了个大早，我非常高兴参会，感谢组织者对我的邀请。我给大家看一下屏幕。我本身呢，是一个医师，其实我本身是专注于人身体的。但是我跟此关联的一个话题呢，就是它很多是相似的，我们所做的工作是一样的，这也是我希望向大家传递的信息。我考虑土壤的一个初衷啊，是差不多30年以前的时候，当时我还是年轻的一个医生，当时呢我是在 Selena 开始住下来，这是加利福尼亚，这个地方叫 Tibidad 的一个小城市，周边呢是农业田用地。这个地区有向美国供应草莓、甘蓝、绿椰菜等等，是重要的蔬菜供应基地。还供应全世界很多地方营养。当时我是接受培训的一个受训医师，那么突然呢出来很怪的一件事情，我突然意识到很多我所照顾的病人，他们的受伤的方式都跟土壤相关，往往是农业耕作引起的伤害，我称之为5C。 那么这是受伤的一个缩写，包括一些农药啊、杀虫剂啊，这是农田使用的一些化学品，还有一些
看到的气候变化造成的影响，比如说特酷暑，或者说燃烧引起的烟雾，往往是农业来源的一些污染物，还有一些汽油等等，还有一些他们农场的人员他们患病，他由于果蔬等等摄入不足，导致营养元素缺乏，包括糖尿病等等，还包括一些人畜共患病的一些患病，还有一些在农场工人或贫困等等都影响的一个跟社区生活相关的。我看到农业人类的关联，我开始跟我的药剂师同事交流，问问说这里没有什么科学道理。那么当时大家都没有什么知识，他们还在调研研究的过程当中，所以说我开始感兴趣了解土壤相关的这些情况。我发现是早期的一些文件记载差不多是公元前3000年，就是巴基斯坦，你看这个人箭头所指的是他这里脖子这里有一个东西，这是看就是缺点造成的，所以当时的巴基斯坦就出现缺点的问题，因为由于这个季风的一个影响，可能是土壤当中过度的开发导致了当地的缺点，这个是公元前30世纪的事情。展望目前的一个情况，我们开始有很多复杂的一个了解我们的细胞跟土壤的关联，还有很多未知的领域，比如说我们研究人体的一个微生物的物质，我们发现人类，你看看他们的肠胃道当中有很多植物的 DNA， 或者说一些同样土壤细菌真菌，那么他们存在这里干什么我们并不清楚，有些人认为他们都是一个默默的寄居者，那么有几个世纪以来渐渐进入人体，但是很有可能他们影响了我们的消化代谢系统，而且我们跟他们的互动跟植物的互动这是一部分。从宏观的角度而言还有很多有趣的研究，这些呢是过去几年当中很新的内容，我们开始发现是不同的农业耕作系统，包括 Pacini 刚才介绍的是阐述的内容，即是跟土壤交错关联的，这些对人类健康有直接的影响。这样是 Andrew Zhou 的一个报告，它是一个营养文献，我估计你们不太读，所以我直接指出要看的内容是什么。该研究者看了很多文献研究了很多健康影响、粮食安全，包括儿童线性增长，还包括一些多样的饮食和这些我们自我评估的健康状况，可以看到不同的农业耕作可能会影响我们的这些结果。这是由5个案例研究加利福尼亚伯克利分校的一个报告，这是前沿的研究，看看健康农场工健康水平、水土流失防治的措施，以及
这是跟多样农业耕作相关的一个结果。我们合作一起，土壤学家开始研究怎么合作。我们要找到一个双赢的局面，保护我们还能够保护土壤的健康。我非常喜欢马斯内刚才这三 C 的系统。如果你看看粮食系统的话，他们是非常适合人类的食品，也是比如括一些豌豆啊、玉米啊和瓜菜等等，这是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纤维和营养。这是我工作的地方，是在加州北 Richmond 地区，这里健康统计特别差，整个湾区最差的地方。我们这里往往是比较富裕，但是你看蓝色的地方，我们的贫困区比周边贫困率比周边都要高，而且我们地区往往是新冠死亡数最多，而且慢性病最多，失业多，粮食不安全，而且保险低的地区。本地区是北列治文地区，我们称之为是少数群体聚集的地方，很多都是拉美裔等等。这个本地区还有很多，比如像富隆啊这样的一个精炼厂、炼油厂，来供应所有飞机的精炼油用的，所以本地区污染严重。你可以看到，这是几周几前出现了我一诊所附近出现一个漏油的事件。但是呢，我们的社区已经利用土地，这是 Tills， 就是城市居民所种的。他们本来是工业用地，以前是农业用地，后来改成工业用地，现在又转换成他们可以耕作的地方。他们花了几年的时间来修复土壤，然后开始种植一些粮食。这些粮食也开始把农场扩延到他们住宅的附近，包括一些美化的项目，同时还开始生成新的工作，提供了更多的生计，甚至成为一种重要的技能，有利于当地的社区，给予年轻人教育、生物学培训，来耕作，开垦这些土地，同时还向我们诊所供应食品，这是一包一包的一些白菜呀、等等一些蔬菜包。可以看到，这是我们诊所外边。新冠疫情之下，我们就没法有人员聚集，但是我们这些病人，他们有心脏病啊和糖尿病等等，他们来到这里坐在一起来取蔬菜，他们还可以来上烹饪课，我就坐在前面，而且我们还交流一下怎么改变社区的健康水平，所以这是来自于土壤的一次复权行动。最后呢，我们还有一些政策的成分，我们希望能够让公共健康医疗部门来支付我们的食品，就像支付处方药费用一样。这是也有几百万美元，就是如果像要支付药费一样支付我们的食品的话，也是几百万美元的。这是我们的土壤健康循环示意图，我们重建土壤，然后建立多样性的耕作，带来更多的工作，精美的食物和更好的环境，健康的人群，提升我们社区的复原能力，同时还能带来更加优质的土壤。这是土壤帮助我们生活的一个方面。我们展望未来呢，我们知道包括今后三天，我看了一下本次大会的议程，
很高兴地看到很多精彩的话题，你们谈到采取措施，在各个方面发力，帮助提升土壤，并衡量土壤健康水平，包括多样化植物、微生物、植物群落，还有提升水，还有是固碳等等，这些都包括在内。所以我想说，今后几天我会听讨论，在大家讨论的时候呢，请考虑一下所有的层面的问题，要了解生物多样性在社区当中也极为重要，而且我们衡量土壤健康的同时，能不能衡量一下这些受影响的方面，包括农场工的一个健康水平和他们的获得公正的水平，多样化的饮食、社区粮食安全和食品安全，以及环境安全和水土啊、种子的主权等等，要确保我们要有正确的种子，而不是那些转基因的玉米或者是转基因的一些豆类。这是我们希望能够持续发力的一个层面，这些并不是新的信息，就像我们提到土著居民的传统智慧一样，其实连接我们的健康、土壤的健康跟自然方方面面结合起来有几千年了。你看我们美国传统的和中国五大元素金木水火土这些元素的关联，在所有的这些传统的系统当中都有这种各种因素的关联，我们要考虑一下这种关联跟我们的工作，而不是把它们搁置一边。最后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能鼓励大家的一个图片，这个是我们皮肤横切面和土壤的横切面，所以你可以看到不仅仅它们看起来很相似，而且从功能上来讲它们是完全一样的。因为自然呢，它的精美的一些设计也是多次重复的，各方面重复的，所以说营养水透过土层，而且这些影响以及它的根部等等，这些跟人类的皮肤非常相似，包括土壤和我们肠胃道横切面非常相似。在微观的方面你可以看到，你几乎说不出来哪个是植物的根系，跟植物和真菌互动，而哪一个是我们肠胃道跟真菌的互动，基本你是看不出来的，你分不出来。因为事实上最后呢，我们其实就是植根于土壤当中的。非常感谢，你可以跟 Twitter 跟我来联系，我非常欣赏各位的想法，我们希望能加强合作，并邀请更多的健康和医疗部门的人员参与我们对话，参与我们的研究，谢谢。非常感谢 Miller 医生的介绍，非常精彩的一个关联，把植物跟我们人体结合起来对比，看看土壤健康、人类的健康的关联，把这些联系起来。我非常赞赏你的对比的研究，这样的关联的研究非常精彩，还包括人体健康和土壤健康的关联，而且的确它们关联密切，这样的话提升产量，更好的营养，更好的环境，提升我们的生活，这也是跟生物土壤生物多样性和土壤以及我们的大自然地球关联的。谢谢你把这些联系起来，我希望能够继续下去。我想这是一个全面的一个方式，也是我们希望取得进展的方式。谢谢，
谢谢所有的发言人，我希望大家都做好了课堂的笔记，我们再回忆的，因为这是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环境、更好的社区的一个话题。我们还记得菲律宾不仅仅菲利普，他不仅仅是一个农民，他还是一个记者，他把我们的人呢、人体、大脑、土壤都结合起来。下面给大家展示一个旅程，其实我不是带你，请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这是我们虚拟的图片展，这是土壤多样性儿童书的一个展览。Miller 说到，这是一个社区建立就业的机会，让年轻人来参与其中，我们这也是我们谈到今天土壤健康保护的一个话题，所以这是多代人的努力。因此我们可以看看我们而不是相互指责，而是看到我们工作的积极的方面对我们健康和地球的影响。我们看看这个在线的虚拟图画展，请大家看一下聊天框里头，如果你是在网播的话，你可能找不到链接，但是你可以点击投票。你可以看看这个海报展，这是50多个科研的一个图片展，代表了土壤生物多样性最新的一个研究结果。这是250多个科研的文献，过去几年的一些成就，非常恭喜这些作者，这些创意和刚一些视频。所以这是由全球土壤合作伙伴秘书处来启动的一个活动，所以请看一下你的聊天框里头，选择一下你最喜欢的一个海报。投票活动请积极参加。下面请 Eduardo Perez Sanchez， 他是国际土壤科学联盟的主席，正式地来启动神奇的土壤多样性的活动。非常感谢，请大家让我们请大家看看这些资料、这些信息和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这些内容。Muchas gracias. 非常感谢。这是来自于墨西哥的问候，总干事、嘉宾、女士们、先生们。就本次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研讨会之际，仅代表国际土壤科学联合会，我很荣幸向大家传达来自于全世界50000多名土壤科学家的问候。那么从2002年以来，国际土壤科学联合会在泰国曼谷召开的世界大会上提议将12月5日定义为世界土壤日，很多各方也做出了巨大的努力来宣传庆祝这一节日。同时呢，这是无可否认的伟大的活动。那么两种组织，世界土壤联盟将12月5日定为世界土壤日的推动和认可，这是非常伟大的。这样的话，那么可以所有的项目、出版物等等带来巨大的益处。教育并提高学龄儿童的认识，是两党组织全球土壤联盟以及国际土壤科学联盟10年的重要优先重点。我们收到来自75国家的95个建议，来自于整个科学界对土壤科学儿童书籍竞赛方面的非常好的一个回应，它显示出人们非常关注土壤科学社区对于儿童教育、青年教育方面合作的重要的关注，同时呢，也是
我们粮农组织和国际土壤科学联盟一起努力的成果，所以我们非常高兴也很荣幸跟各位一起来启动就是土壤生物多样性的奇幻世界。这不仅是一本书，它同时呢也包含十个儿童方面的土壤科学最佳的故事，它也是国际土壤联盟和粮农组织之间合作首个共同联合发布，它也显示出了我们的项目，就是我们联盟去到学校里这项目它的重要性。这不仅是一本书籍，对于是土壤科学家献给全球所有儿童的一个礼物。同时在我们的会议期间呢，各位可以去打印这本书，可以把它下载下来。我希望和儿童和学校共同去分享这本书，希望你们也很喜欢这本书。这些科学书籍我们收到的都是高品质的，来自于不同的著作者，而且包括对学生和儿童的一些建议。科学家们致力于去阅读和去审查这些书，我们科学界致力于在所有公民那里提高认识，进行教育。我们想感谢所有的对书籍进行审查的科学家，也感谢粮农全球土壤伙伴关系团队在数个月之间来支持这项教育项目。我们联盟和粮农组织有共同的优先重点，就是要把土壤资源作为人类共同的一个产品来进行保护。我们的组织有共同的目标、具体目标、任务，并且有同样的挑战，所以我们和粮农组织将去推广相关的活动，在科学家之间、国家相关的协会之间一起致力于去研究土壤方面的可持续的研究。我们在此方面的利益是相同的，我们理解到要有更好的知识、高质量的教育以及深入的合作来实现这些目标，这是我们的优先重点。并且我们意识到只有同舟共济才能够在土壤方面实现最好的结果，才能够为所有人建立更美好的未来。从粮农组织、全球土壤联盟以及我们的联盟去到学校项目一起，我们请各位跟我们一起来共同的努力，因为如果我们齐同并进的话才能更加的强大，我们要手拉手一起来实现这一目标。感谢各位的倾听，非常感谢 Laura 所做的非常好的介绍，就是说共同的我们通过教育联手才能够取得更好的效果，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计划，请各位都去看，链接已经放入到我们的聊天框当中去了。感谢各位，也感谢80个共同作者做出的贡献，来教育我们的青年和儿童。非常感谢你们开展的工作，也感谢该合作伙伴关系，非常感谢。知识非常关键，而且知识也是我们前进的唯一的工具，我们就这样才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不仅在研讨会期间，而且对于我们的地球的未来来说都是非常关键的。非常感谢各位，今天呢我们呢也看到了我们土壤的微生物之美，我们也看到了要让它们变得更加的美丽，我们可以共同的努力为所有人的健康以及地球的健康做出贡献。我呢
最后就请各位把自己的笔记都拿出来，因为之后伊莎贝尔和朱莉亚他们两个要给各位出考题了。请伊莎贝尔考考大家。谢谢 Yasmina。 各位参会者，我想今天我们学到了非常多的内容，下面呢就来评估一下你们是不是非常认真的听课了。确实我们这个是虚拟的会议啊，所以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全程都在听。好，我们先看一看如何进入到我们这个问卷的界面。可以看到现在已经放入到我们的聊天框里面去了。我们可以去到 3w.menti.com， 然后可以把我们的二或者用二维码来登录。各位可以看到在屏幕上显示的这个，各位在 Zoom 上听会的都可以进入到我们这个考试界面。也别忘了把你们的名字键入，这样的话我们都知道谁赢了。赢者将有奖品，有一个小的袋子，里面还有相关的宣传的手册。下面我们就开始。好，有非常多的。第一个问题啊是这样子的，百分之多少的生物多样性存在于土壤当中？ A 是 1%， B 是 25%， C 是 100%。 这是非常简单的一个问题，相信大多数人都可以答对。好，时间到。我们看到正确的答案是 B 25%。 很好。好，快速回答的那些人都非常棒。来看第二个问题。土壤健康全面评估也许会包括 A 土壤功能团的分子分析， B 植物健康评估， C 就是土地上的动物组成， D 就是接触土壤的人的健康的自我评估， E 就是所有以上所有。时间到。正确答案是 E， 就是 ABCD 都是正确的。来看第三个问题。就是土壤传播的疾病总是很坏的吗？ A 是是的， B 是这种疾病可以促进作物的生产， C 就是他们可以是这种疾病可以是正面的，因为他们可以加强地表的生物多样性。还有几秒钟时间就到了。时间到。好，正确答案是 C， 就是土壤传播疾病可能会对陆地上的生物多样性有促进作用。看看最先快速回答的是哪些。好的，非常好。下面来看第四个问题。生物集约化之后
为什么就可以认为土壤传播疾病会变少呢？ A， 因为它可以加强土壤生物多样性。 B， 就是作物生产率的权衡取舍变少了。 C， 就是两个都是对的。好， A 和 B 都是对的，所以应当选 C。 我们还有一个问题，巴西讲的这个农业解决方案其中有两个是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第一就是分层， B 就是生物的叠替， C 就是所有都是。好，再等几秒钟，马上就要结束了。好，之后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赢者是谁。好的，祝贺祝贺 ，Chris、Eric、Frank、Annie、Tom、Lisa 的这些人，他们都是头十个获奖者。这十位，请在我们的聊天框里给我写信，我们呢可以把这个奖品发给你们。非常感谢各位参与。希望各位学到了很多东西，而且刚刚的这个小测验也是非常有意思，感谢各位。Yasmin， 话筒交给你。抱歉，刚刚忘了开话筒了。祝贺那些得满分的那些人，我们呢头十个可以获得奖品，非常好。那在疫情期间呢，要知道全球疫情，所有人都要在上课的时候要用 Zoom， 用所有一切都要用虚拟的方式，即使是上学也要是在线上学。现在在过去一年，儿童都要线上上课。感谢所有人今天参加我们的会议，这是我们第一天的会议，总共有四天，我们还有几天的时间可以进行讨论。我们呢希望今天为我们很好的启动了这个讨论。明天也是欧洲中部时间一点开始先开全会，开一个小时来讨论土壤生物多样性方面司令部门的行动，欢迎各位都去参加。如果对日程有任何的问题，请到我们的网站上，也可以继续把各位的问题建入，通过我们的网站给同事提问题。非常高兴跟各位今天进行讨论，来讨在全球土壤生物多样性全球研讨会方面，今天开了非常成功的一天会。感谢我们的嘉宾、发言者和各位领导，感谢。晚上愉快，或者是上午、下午愉快，取决于各位所处的地方。感谢各位参会，结束。